仔，因为中意男仔多啲咯。因为女仔细胆啲，男仔大胆啲。我想做个女仔，因为我想体验一种更加唔同嘅人生，生理上嘅唔同。佢会想入女厕。女仔好多嘢想知啦，系话女仔成日咧好中意追星啊，或者好多嘢讲咁样，我就想知道即系话点解会咁样。女人啦、啊，因为做过男人啊，想做一次女人。做女人啦、啊，嗱有人服侍啦，钱又唔使你俾喎，啊几好啊，系咪先？啱唔啱先？你做男人嘅，好兜踎啊，系咪先？为咗女人而付出噶嘛，啱唔啱先？做人唔开心，男女人都唔开心，做人好多嘢烦噶嘛。冇下冇下，我唔想做人。我会想做翻女人，因为佢扮靓咯，好麻烦。即系你要保养噶嘛，女仔，你男仔唔使噶嘛，求其洗个面就可以出门口嘅。我梗系拣够做男人啦，虽然我依一世男人啦，但系即系争啲嘢，真系有好多都争到啲。所以如果下世投胎重拆会好啲咯，即系争嗰啲样啊，争啲硬件啊。都系嘅，软件 OK 嘅，软件 OK 嘅，硬件就争啲，真系 upgrade 下咯。所以要投胎，所以下世都要做男人，真系要。同埋未到六年级常识堂教啲嘢之前，我都觉得做男仔好惨啊！其实我系觉得，因为又要养屋企咁样好辛苦啊嘛，做男人又担起头家咁样。但系当我上完个常识堂之后，其实发现咦，做男人都几好喎咁样。即系其实系咯，即系因为小学常识堂有教女仔要生 B B 噶嘛，咁生 B B 痛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我呢啲唔使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我觉得 OK 嘅。系啦，即系系咯，所以男人几好，男人几好。我都系男人啦，梗系，因为你例如落去饮嘢嘅话，系咪？你女仔一个人去饮嘢唔得噶嘛，系咪先？你一个人去饮嘢，人哋应该系咪先？你咁点算啊？系嘛？咁你男人你反而冇咁惊啊嘛。咁男嘅安全啲，起码佢唔会系咪先？正常噶嘛。你一讲安全嘅问题咧，应该系正常嘅。外样够安全啊！外样够安全，100分，100分。外样好安全，好安全，唔使惊。Yahoo!